一个大学生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，就怀疑自己的价值。有个教授给一张清单，他上面写了很多化学元素，说这些是人体里面含有的各种化学成分。你按自己的体重可以计算自己有多少化学元素，再计出自己的价值。结果学生计到自己的身体只是值几十元。那教授就问他，你相信自己就是这样的价值吗？学生说，我怎么会这么没有价值啊？教授说，那你为什么怀疑自己呢？果然学生满有自信地去见工，很快就找到工作。人的价值不可以用金钱计算，因为生命比金钱尊贵。你要相信自己的价值，活出自己的价值。